醒悟。我要发大招了。哎呦，你确定吗，宝贝儿？就刚才那个表情好多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了。风流人物。还看今朝。哎呀，这个爱好跟我一样，我都被您坑惨了。萌娃奇思妙想，大人有问必答。萌问答题团，想赢真不难。哇！哈哈哈！二郎神第二个，二郎神眼睛眼睛，二郎神，给他们看看什么叫默契。兔子，孙悟空。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，为您全新打造的《萌娃问天下》，我是主持人，也是二胎奶爸百克力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侯雪哟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啊，还是萌问俱乐部专场，有一群没有赢过孩子的大人，要在这里集体接受孩子们的发问。什么叫有一群？我们什么样的大人赢过我们的孩子们？那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多少人？今天啊，我们可是来了四位大人哦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黑龙江电视台主持人孙晓乐，演员鲍丽宁。这什么造型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怎么跳？跳舞了？来，三二一！哎呀！三二一！哎呀！我们这个版什么时候可以跳双人跳台的？这只板子也能承受得住重量哈！哎呀，欢迎欢迎老朋友！哎呀，都穿得好年轻啊！真是活力满满啊！让我们来欢迎第二组喜剧演员李大脑门。和歌手王依然，看到朋友来了，欢迎依然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俊男靓女，你看看，嗨，哎，嗨，和谐不了一秒。他们为这个节目牺牲了太多呀！哎呦，上来就这么激烈吗？哎呀，你们今天是要组团作战哎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们要和谐一点，和谐一点。欢迎老朋友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！欢迎。你们这种争吵的状态，怎么那么像两口子争论到底要不要孩子？我不要，你要，你生，你生。但今天我们四个人其实是组团来作战的，对不对？上次大家都被孩子们坑得怎么样？上一次吧，我们的我太难了。上一次我们是个人战，我们的分数呢确实都不怎么高。但是这一次你看，我们抱团了呀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所以我们这一次人数多的要赶上我们这个萌娃的人数了，我们很有信心啊。你们今天有没有目标？你们能拿多少分？对，有的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保四争五，我们的口号是萌问答题团，想赢真不难。你们确定一点？不行，我们有点垮，我们有点垮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我们的口号是“萌问答题团”，想赢真不难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群魔乱舞的感觉，哎呦！你们今天的目标是保四争五，对？你们觉得你们能保住四分？我们是没问题 ，of course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吧，你们先说一说自己在之前那一轮表现当中都拿到了几分。哎呀，我之前这个战绩啊，那是相当好，相当凄惨。我答对了三道题，我记得，但是我还拿走了两个奖品。哦，那不错啊。那我这算答对了五道吧，算吧。算五道。大脑门上次一分是吧？没有，我更厉害，我答对了零。两道题。然后呢？嗯，
到。我跟依然差不多，我也是答对了三道题，这都是学霸型。我是跟那个脑门一样，我也答对了两分，但是我拿了个奖品，你拿了吗？哦，就你们，所以谁是倒数第一，一目了然。我最菜，我没找着。怪不得他们说宝四争五呢。我觉得还是有实力的，对吧？那今天这帮孩子们，你们可得卯足了劲儿了，因为今天这都是全国各地找来，就是来让你们答不上来的。啊，来，你们先选一个，看一看是哪一位满级萌娃。中间吧，我觉得中间吧，中间吧，这样萌娃问天下，我们先把那个最中间的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听他的。行，嗯，好，中间的请亮相，看 C 位是谁。没有门牙的小妹妹。小兔子，你们猜一猜他会给你们出什么题？嗯，牙齿哪里去了？所有小朋友都说飞到天上去了，好像猜不出来哈。来，让我们欢迎小兔妹妹。欢迎。帅哦！哎呀，你今天是来军训的吗？那你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哲慧，今年六岁了，来自于北京蓝天幼儿园。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画画和运动。哦，那别的小姑娘来可能都穿连衣裙啊，或者是花衣服啊，咱们今天怎么穿一迷彩服啊？因为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，每天在部队里面看的部队上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穿的帅气军装，我很羡慕，所以我长大要当一个特种女军官。哇，这么伟大的梦想！特种女军官，你是爸爸在部队还是妈妈在部队？爸爸。哦，爸爸。所以你一说话都是跨练，对不对？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吗？嗯。啊，在家里要跨练的。你这样吧，我看你啊，穿的这一身应该是很擅长运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军体拳。军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军体拳。哦，军体拳。那您要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太帅了，英姿飒爽，可以的。那你觉得这四个哥哥姐姐跟你一块打得了这些军体拳吗？打不了。跟你说，军体拳这个我一点都不怕啊，因为我们家孩子爹是退伍的军人哦，所以我多少对军体拳啊、擒敌拳啊多少了解一点点。因为我听他在讲，跟我讲他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的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会觉着他的眼里是放光的，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，就是他说对军这个部队大院啊，对部队的生活时光，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怀念，尤其是怀念当年练拳的时候的那个感觉。特别是一操场的人那种英姿飒爽，他们那个嘿哈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听过了之后，哎，鸡皮疙瘩会起，有力量。那四位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呢？说来就军嫂先来。别！林教官，各位学员，立正，预备，开始。格斗，准备，哈！哈！喊的那个嘿哈的气势都没有这么一个小孩喊的出彩。对，就他平时聊天他感觉是不善言辞那种，但是他一打起拳来特别有力量，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化作了这一个军体拳里面的气运丹田。葛轩，请归队。身上鬼脸请归队。哎，哇，今天我们要见识到了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这果然是厉害呀。那今天我们是来出题的，那您这题目也是跟这些运动军体拳什么的有关系吗？嗯，就是画飞机的。哎，什么？怎么这么有这么大的差距？怎么又突然画飞机了？这是什么题啊？就是要求是大家各自拉紧绳的末端，在不碰画笔的情况下共用一支笔画出小飞机。
要配合哦，然后画出指定的图案，太默契了。就看他们心齐不齐，因为您是蓝天幼儿园的，所以是画飞机是不是？哦，有点儿。这道题直击他们的痛点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默契啊。我们团结努力啊！来，请上道具。来，各位请就位。好，哎呦，这是个这道具，这是什么？一般啊。四个人。来来来，一人一边。来来，你来这儿。来，你们玩，你们玩。来看一下指定的图案是什么？哦，这也太这么难啊！这个，你们三个来，我觉得让其中一个人画都够呛，还。四个人一块画，我觉得你们商量一下战术吧。先画一下飞机的那个主体吧，就那个大圆的那个这个鞋。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让你们商量啊，来倒计时，开始。来来来，先画啥？我不管了，你们拉吧。下笔呀，拉。先画一个飞机头，对，四个人你们来，往我这儿来呗。好，哎 ，OK， 好，哎，往你那边转，往你那边转，对，然后这边，哎，这是啥？什么玩意儿啊！窗户，先画这个指甲盖是吧？指甲盖，指甲盖，那叫那个挡风玻璃啊，挡风玻璃，指甲盖。好，这是啥？太扁了，我别要求那么高了吧？哎呀，还不如刚才呢，你还画成嘴这是啥？我觉得你们有点偏，现在这笔头抖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算了，放弃，来先放翅膀，这就放弃了。先画左边的翅膀来，哎呀，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下一点。哎，好。漂亮，没感觉了，哪里漂亮了？往我这儿来，你右边那个什么来着？我的，哎呀，那什么呀？好，哎，然后哎，翅膀漂亮，那椅子，往那边去吧，行，这是什么？窗户，行，窗户在这儿。小圈啊，好，哎呦，还有圈，这圈它如果不扁的话，还挺圆的。哎，好圆，把这块连，把这个连上，我们是一个精致追求一个完美啊，精致哪一个？观众朋友们，翅膀的差一点，翅膀不是啊，不是这个尾巴这么钝的，尾巴差一个，好，哇，这大货，我跟你说，这让拍，我觉得这个画可以拍卖，哇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画的挺像的嘛，这么精彩的画不留点悬念吗？来来来，小李老师，你来到前面来。朋友们，三岁之后你可能就画不出这样的作品，那您来评价一下吧。还行吧。您的标准有点太低了，高的评价。那这个他们算过关了吗？不算，没过关。好严格。那刚刚那句还行吧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啊，还是回去好好练吧，真的。浪费我们李教官的时间，人家在蓝天幼儿园的工作很多的，是咱那个蒙问俱乐部的脸面都被你们四个人在这张画上丢尽了。算了，严格一点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。那没真没法给分，那算了吧，各自就回吧，好吧，我们也舔着脸。我们后面继续努力。那我们就谢谢李教官了，谢谢李泽慧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不走。哎呦。太可爱了，一点都不团结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完了，我们的保四争五，现在还有机会。要不保那个，要不我们保三争四吧？要不保一争二？没事，万事开头难，听大姐的，我们可以的。选一道题吧，既然这么厉害。哎呀，来吧，大姐。哎，大姐。选哪个，大姐？选那飞机，我们在哪儿跌倒了，在哪儿爬起来啊？好，纸飞机，请亮相。哎呦！可以啊，大姐，还可以吧？可以，还可以。那行，那大挑一个吧。男生先上。那么是来，男生先上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好，去了，拜拜。加油！全团的希望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在哪儿啊？真是挺爱呀。来，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感觉要让你们失望了。不会的，不会，一点摸不着我。你还有一半的时间，大面积摸。好快啊！摸了一圈没有。这玩意儿就得让男生去，你看，他速度快。有。2、1，计时结束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没摸着呢。可以。你知道我为了拿这个我有多努力吗？我都已经了太厉害了，确实挺大的一个。是，嗯，这么辛苦的话，我们帮你拿着。来，继续选题。
来，脑门归你。那个第一排的、那个、第一排第三个，应该是火星，土星吧，应该是土星。嗯，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哦，这是滑板。来，这个小男孩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这是一道视频题，请看大屏幕。哦呦，哇，好远，好帅。哇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沐雨，今年9岁，来自北京。视频题一定要看好。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滑板。嗯。哦，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练习滑板的过程。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登上奥运会的赛场，为国争光。是的，我要复习喽，请大家看我这段展示，观察奥运中所有的细节。哦，请问在刚刚的展示中，我总共飞了几阶台阶？我刚刚就在数。B 什么？我刚刚就在数。C 九阶。他们数台阶了，我们已经定了。下来的那个时候，哦，定了，定了。你知道我在查什么吗？我在查后面的椰子树。啊，我太有默契了。我刚刚就在数，我们快压中题了。可以，可以。不是，你们是买过导演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套路了，姐。我刚刚数的好像是8阶。9吧。我刚刚很认真的在，完了，我也在很认真的数，就是那个白条条是9个。我看到你就是有点激动的时候，因为我也在数，但是我数的是8阶。所以说，就算让你们知道了题，还是答不对，这数数都是。一个人数了8阶，一个人数了9阶，一个人数了椰子树。大脑门，你椰子树倒确实是。我在看他动作。你在看他动作。这样，你们两个人相信他们两个谁？我相信大姐。我相信大姐。只有鲍李宁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那要选 C 是吗？对。好。白老师怎么在犹豫的样子？所以你们答案是 C 9阶，你们现在可依然是0分呐。确定了啊？好，确定，确定不改了。确定，确定。哎呀，我宁愿。为什么不相信人家？李宁小哥哥呢？人家他那么优秀的，那么敏锐，你看他那个目光如炬的样子。而且他刚刚说了好几遍。我感觉海龟老师现在在捧杀我。你们就不相信他？来看看正确答案吧。正确答案是9阶。回答对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打花，打花，打花！刚才鲍李宁说了好几遍，我数的很清楚，就是8个。因为那个台阶一出来，我就说啊，这个题目应该是8九不离10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我就在数。8九不离10，你们确实是没有数了10阶哈。好，来，恭喜你们，你们可以把这个积分板来到中间排着喽。来来来，坐到中间，得1分了，加油！比答题还难，我跟你说。来，这个仪式感啊。慢一些。这个超难的。1、2、3。加油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行了，才得1分而已。好，恭喜你们，喜得1分。好厉害！继续来吧。来，一人。我来一个我梦中的椰子树。椰子树，椰子树是过不去。我今天过不去了。椰子树，请亮题。哇！这个造型，我觉得这个造型跟我的性格都蛮搭的。怎么说？就是他这种跳跃的思维，我觉得，我应该也会。如果在这个背景板下边，我也会做一个这个东西拍照。活力满满小孩，好吧，让我们欢迎活力小娃。欢迎。来点街舞。哇，哎哎，哇，这完全不一样。真的不男孩，这呦呦呦呦。脑壳一转，面孔说变就变，眼睛一眨。
来，请您做个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馨媛，今年十岁了，来自河南郑州，我的才艺是变脸。变脸，厉害！河南郑州。我希望能把川剧变脸飞银化，发扬光大。不才有个小问题。为什么你是河南郑州的学的却是川剧变脸？因为我是在河南郑州从网上搜到了一个就是变脸老师。哦，啊，你从网上搜到变脸老师啊？你很感兴趣对不对？对，我在看电视时候看到变脸，非常感兴趣。哦，然后你是怎么跟老师学的呢？我在找到变脸老师的时候，变脸老师很喜欢我，然后教了我几个动作，同时我也知道了变脸是非遗文化，我就拜了变脸老师为师。那变脸老师是在哪？在四川吗？是哪人啊？河南郑州。哦，也是河南郑州。哎，所以你学了多长时间呀？三年。七岁开始学的。我觉得刚才很厉害的一点啊，就是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变脸，不都是要就包括他也是拿扇子挡了一下就变。对。但是刚刚他一回头，其实我们这个角度是可以看到他变脸的一瞬间的，但是还是没有看清。这个我能请教一下吗？这有什么秘诀吗？有什么机关吗？这个是非遗文化吗？就是不能泄露的。愚蠢的问题。我一直想问，既然不能泄露，为什么师傅要教给你？就师傅是怎么去选出你这个徒儿的？你是如何成为天选之人？因为师傅看到我很有天赋嘛。然后呢，我也很喜欢，然后就拜了为师。小师傅，我们这边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也有这个天赋，可以吗？我们也会变脸，而且我们这个天赋，咱就是说可以就是无实物。那这样，给我们来段音乐，我们自己试一下这个无实物这个变脸行不行？不是你们不需要道具就可以变吗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就是他们俩抢的啊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我们可没。哎，你们一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这是一个答题。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是吧？我们要同样的音乐啊，来。在这儿吗？那我也要有那个范儿啊，走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，老师？可以。啊，这都可以。就是他在弄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啊，还有动作的时候都很夸张，也很有趣。哎呀，可算挑出来点能说的了，是吧？我比他强，老师。啊，这你我是整楼嘞。这是我师傅啊，你们这也能卷起来？专业的啊。来音乐。是有这个天赋的。但是您说但是吧，您就说个但是。但是吧，其实那个哥哥的话，没有那个小姐姐。是，毕竟这个是我的老师，您也是我的老师。主要我是郑州的。但是，如果在你师父面前表演这么一段，他不会被逐出师门吗？大概是不会。大概是。师父也比较包容，对不对？就只要感兴趣，广迎天下客。哎，这心态挺好。我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刚刚你表演的那一段变脸，里面有出现几个角色，你变了几次呢？给我们科普科普。我是变了九张脸的啊，还有都有大家知道神话故事里面的美猴王啊、财神啊、黑虎等等那些。我有看到美猴王，还有那个孙悟空的那个。对。哎，那你自己刚才那张脸算其中一张吗？不算啊，不算啊，加上你的脸就十张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你是不是你们学校表演节目，你肯定要演这个项目啊？对。固定项目。对。那今天您是来出题的。然后刚才你也看到了他们拙劣的表演，您这个题目是怎么样的？请哥哥姐姐们限时30秒之内，请将四个人物和四个脸谱一一对应。人物对应。这是连线题，对不对？那咱们上道具。好，请开始答题。计时开始，30秒钟。真没有啊，黑脸肯定。二郎神有二郎神第二个。二郎神眼睛二郎神。秦始皇应该是这个吧？钱统一钱嘛，对，然后确定，肯定对啊，这么快就确定了你啊？好难讲啊，全对，哇！你们还是有点东西的。秦始皇他是古代的皇帝，所以他的脸部还有额头上都有那个钱币，钱币对古钱啊，
统一对，哇，他满脸都有哎。秦始皇如果戏剧表演，该怎么走这步子？啊，就要更气定神闲一些，毕竟是皇帝。哎，有点意思。二郎神呢？他是《大闹天宫》里头的。哦。他有三个眼睛。哦。为什么包拯他还分中年？哎，我也想问这个，为啥是中年？中年吧，他是就是显得非常的年轻，跟我们就是人类一样。人类一样，怎么是到老年变神球了？生活当中一样啊。哎，包拯的步子怎么走？您给我们走一走。铁面无私。哦。哦。关胜，关胜他是耍大刀的。大刀。哦。就是不怒自威是吧？对。哦。那我们把积分们拿过来吧，恭喜你们回答正确。对对对，拿过来，来来来，太快乐的时刻。哎呀哎呀呀！这我们个子矮的想帮忙的帮不上，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我跟你说，这比答题还难。这个场子没我的身高就不行了，卡住了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哎哎，来来来来，可以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后面有人，小心小心！哇，这一分来之不易啊！哎呦，太累了。两分了，耶！我们的目标已经完成一半了。好，好，恭喜恭喜，两分。那谢谢你，小张老师，希望你以后能够继续传播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欢迎你，下次再来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两分了啊，看看往三分冲刺，来选一题吧。来吧，李宁。我今天这个衣服上都是吃的，那我就选个鸡腿吧。哦，大鸡腿，右下角，请亮相。刘。哇，李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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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我要拿到一个，哎，里边是不是还有飞机啊？有，什么都有，好多，真的吗？还有一颗钻戒，哇！你别把鞋落里，要脱鞋战斗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加油！你可以的。没有啊！别聊了，直接找，快聊上了可还行？快跑起来，游起来，游起来！还有一半时间，我的妈呀，在哪儿？往中间，往中间走，速度起来，全团的希望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他还在找，有脸真没有啊，弟弟，把你的腿也用上了，去碰一下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我后悔了，太没用了。没时间了，上来啊！没事，鞋掉里面了，再找找鞋去了。快点回来！你的鞋呀、啊，阻力太大了，真的是。下次派一个那脚小点的上来，我把鞋脱了。我现在唯一的疑惑就是王依然，的你的净身高是多少？因为我186嘛，现在你哦，那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，我今天刚184，今天就183、182了啊！来吧，不吹牛了，再学一道。这回该我了，我。刚才没拿到，这回我再拿一个礼物。第一排最第一个，我感觉里边肯定不是礼物。第一排第一个，肯定特别难的题，看看是什么。哎，好可爱呀、啊！鬼脸，牙长得好齐呀、啊！你这什么关注点？好，那我们就欢迎牙齐女孩。小火车。这么齐，哇，他笑得好，欢迎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来，请开始你的展示。甜妹，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嗨，刚好，哎嗨，让日诺，今年九岁，来自广东肥猪。哎，虽然还人民哈嘎宁，但爱吃肯日吃，虽然努力好学哈嘎娃。
丁丁好开心，来到莫阿文林哈的现场，恰恰太嘎。不是那个福州不是福建的吗？怎么是广东的？为什么是广东福州？是什么意思？客家话。啊，是吗？是。不是您到底是来自哪儿的？我是来自广东惠州的。哦，广东惠州。哎，宝贝儿，你给我们解密一下，刚刚您说的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杨一诺，今年9岁，来自广东惠州。我虽然是一名客家人，但是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客家话。今天好开心来到魔娃问天下的现场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客家人，所以说你这个客家话不是从小就会的，是最近刚学的，是不是？实话说，我的客家话不是很流利，但是平时我听爸爸妈妈的对话，耳濡目染，久而久之就全都听得懂了。哦，可以让他教我们几句客家话吗？那我就来教你们大家来念一首我们客家人张九龄的一首最著名的诗《望月怀远》。哦，张九龄是客家人。对呀。但客家人也是咱们北方中原，移过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也算是一个普通话的变音。来吧，望念怀远。啊，望念怀远，望念怀远。唐。张九龄，张九龄，有点像粤语。嗯，对。张九龄。怀上桑明月，怀上桑明月。天涯共此时，天涯共此时。共是共的共。对。哦，谁来展示一下？学会了吗？那个。天涯共此。李宁，你刚刚说让他教。好，我学一下，但是我还是得让他先带着我，因为我有点忘了前面那一句啊。这鱼的记忆，第七秒。怀上桑明捏，怀上桑明捏，捏。天涯共此时，天涯共此时。共此时，他是有点发 king 和 king 的呢。天涯共此时，天涯共此时，有点往鼻子。请您愿饶辣，请您愿饶辣，辣。更惜起相思啊。更惜起相思，更惜起相思。哦，有的音它是跟着它一样，有的却变化特别大。既然那个一诺让我挑战，我也想让他来挑战一下我们老。你是哪里人？你也是萌娃是吗？我是浙江义乌人。你是义乌人？对，我是义乌人。然后我们那边是有18个腔调。哇，义乌18乡，跨西各不同。对对对对，就一个我字哈，都有18种腔调。义乌话、温州话都是特别难懂的话，两个加密语种。来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义乌话。那就教你马奶锅咪。麻辣马奶锅咪。马奶锅咪。马奶锅咪。马仔锅咪，你猜一下是什么意思？马仔锅咪，麻辣香锅。马仔锅咪是马仔锅咪，午饭吃了没？什么？为什么是四个字啊？饭吃了没？这也太不像了。午饭吃了没是5个字，是马仔锅。午饭是马。啊，马马仔，这是两个字儿。仔锅咪啊，然后再叫那个，你猜一下，哑巴仔锅咪，哑巴仔，晚饭吃了没？晚饭吃了没？对是啊，你嘎巴仔锅咪，早上饭吃了没？对是，就是仔锅咪是，对，仔锅咪就是吃过没的意思啊。仔锅咪，谢谢你教给我们的这个，哎，我真的特别羡慕这些就是有加密语种的，真的，只能意会。啊，我们都忘了，今天您是来出题的。对，那您给我们出个题吧。您的题目是？我将用客家话说出4种蔬菜名称，请大家说出这是哪4种蔬菜。这个我觉得还挺简单。前面吹了半天牛，现在要听客家话了。来，听一下啊。第一个，冬瓜。冬瓜。冬瓜。瓜呗。第二个，猫瓜。
毛嘎毛豆很像瓜，毛嘎是什么？对，嘎肯定是瓜的意思，因为它刚刚是毛、黄瓜。第三个，番茄，番茄，番薯，怎么还有兔的意思？番茄，不是像面条？番薯在上，番薯在上。第四个，瓮菜。瓮菜，菜啊！我的妈呀！瓮菜哦，肯定不是，他那儿没有瓮菜。天了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四种蔬菜是经常会吃到的吗？嗯，对。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，冬瓜是对的吗？对还是错？错。啊！完了，第一个最容易猜的就错了。冬瓜。冬瓜。瓜。瓜呗。冬瓜。第二个是猫嘎。猫嘎。第二个是黄瓜。第二个是黄瓜，错。好了，那第三个吧，来。番茄。第三个是番茄吗？错。番茄。栓 Q。啊，真的栓 Q 了。第三个也不对，第四个是什么？第四个是瓮菜。瓮菜。菜是菜的意思。哦，菜。菜是菜。花菜。花菜。错。三二一，圆葱。全军覆没。香菜，哎，我觉得香菜有点靠。哎呦，我太难了。他们四个是一个都没有答对，对吗？对。哇，好难啊，感觉比我们老家的那个还难。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冬瓜是啥？冬瓜是南瓜的意思。啊，冬瓜是南瓜。哎，所以冬瓜怎么说呀？冬瓜是猫嘎。猫嘎。猫嘎是冬瓜。第二个，猫嘎。总是长满毛啊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瓮菜是什么？这是第三个是番Q 是啥？花生。花。他这么说番Q 花生。因为它是豆类的呀。啊，反正这个番Q 豆类的，就感觉是在土里面的。豆类是豆类的。来，你跟我们说最后一个什么？翁踹。翁踹是什么？翁踹。最后一个的答案是空心菜。我们那边叫空心菜。空心菜啊，好，好像粤语的感觉，有吧？然后第一个那个叫什么瓜来着？南瓜，我们叫哪瓜？哪瓜？能听出来是音译的，对吧？但也听不出来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冬瓜，冬瓜啊，这个还花生，老花萨，老花啊，落花生，对，老花萨，我们都是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谢谢杨老师了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客家方言，谢谢，又是一道没猜对，好不好？很遗憾。那就谢谢你啦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来着？保四中，我已经没有信心。你们先争个三吧。不，你看后面现在还有三道题，我们争取好不好？对吧？我来选一个，有可能的。脑门你选一个，话筒吧。第二排第一个，来看看背面是。酷不酷？冰球男孩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这位冰球男孩。欢迎。是不是冰球？哎，还真是！哇塞，你这套也太帅了！哎呦，你好，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子涵，我来自北京，我已经十岁了。我是一名冰球运动员，打冰球已经五年了。你是运动员？对，一个冰球运动员，专业运动员。十岁说自己是运动员。就是您是自封的还是就是运动员？是得过什么奖吗？就是运动员，对，是得过全国那个第一名。哎呦，来你给我们讲一讲吧。你看你这里面垫的这么专业，还有拿的这是头盔，这个是杆子，这个杆子是碳纤维做的，特别坚固，但是有些时候大力抽射的时候还是容易折断。那你们对冰球了解吗？真不太了解。那我就大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您就大胆介绍吧。首先，冰球一共有三节，每节一共有20分钟，20分钟内每次上场的人数只有5人。哦。然后呢，换人次数是无限的。哦，而且我最近还有看过关于冰球的那个一个动画片。然后其实这个运动还真的蛮讲究这个大家的配合的，对。当然，在所有的基础上都有一个规则。嗯，冰球呢有一个规则，它叫犯规。犯规是什么呢？就比如说，一个较轻的犯规要关小黑屋2分钟。对。就一个中等的犯规，那就需要
分钟关小黑屋。分钟。对，这个小黑屋是我理解的那个客观意义上的小黑屋，就是旁边的一个小黑屋。他是在场外旁边一个小玻璃透明的那个。经常关小黑屋。还有专门建一个小黑屋。哦，你不犯规。很遵守规则。对，因为我们都很遵守规则。哦。然后呢，冰球，它不仅是一个单独的运动，你看场上是不是有五人？是的。此外，它也是一个团队竞技运动。没错。嗯。我们除了技战术层面方面，考验的就是大家的团队配合默契程度。有时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眼或者是一个动作，大家都能心领神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比如说呢，我给他们一个眼神，让他们体会什么意思。就往那边跳，我球要传到那边去了。不是，是往那边滑。哦，那边滑啊！因为我要把球给你。哦。哎，这个我挺好奇的，你们戴上头盔之后还能看见互相的眼神吗？能，因为这个头盔它是有缝隙的，你看。哦。哦。是有缝隙的。那我今天呢也想考验一下大家那个团体配合度。我出一个游戏就是我说一个词，然后你们做那个动作，并且动作统一，还不能换。就比如说你们四个中有一个人做一个动作是相反的，那就算错。哦，这就是默契考验，是不是？我们先试一下吧。我们先试一下。这样出一个别的。只要说比方说抬腿，咱们就都抬左腿。哦，我们不，我们都尽量右，因为我们都习惯用右。啊，那行。他说我还没开始呢就已经产生了分歧。对，那我们就都抬右手。尽量用手右在。好吧，在比赛中如果团队对方是这样的话，你们还担心这场比赛吗？关小黑屋，你的这个表情啊，挑衅队友啊，关小黑屋。我先简单出一下哈，来，我给你。哎，我喜欢这个表情。一个词是一个词，代表着一个事物，你们就做出那个事物的动作啊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孙悟空。哦。炸！哎呦，可以啊，团队配合不错。但又巧是吧？试验是吧？对，不算，不能通关，因为你不说他都没发现。试验。对，有一个这个。来，第二题。挠痒痒。挠痒痒。还是挠痒，哎，不对，挠痒痒，挠痒，谁不对？都不对啊，都。依然，你挠的是耳朵。哦，第三题。第三题就是游泳。怎么有自由泳？自由泳不算，这个是蛙泳。蛙泳，这是什么？很小心蛙泳。有人蛙泳啊，也不对。哎，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挺简单的，但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对。三二一，比心。哎，这都能做不对啊！你俩有默契，他俩有默契啊！前面两个是对的，比这个是对的。不，比心有什么不对的？为啥不对啊？这是爱心，这个是比心啊！这个呢？这是爱心啊！就比出这个弧度叫爱心。那这个呢？现在进行的是这个，这个你超纲了。来，我们俩挑战一下他的这个默契。来，给他们看看什么叫默契。如果我们俩挑战失败，我们这个节目就不干了。我觉得话别说太多。哎，你让我们挑战一下。兔子。哇，是不是？这个好简单。那等一下，兔子还能怎么比呢？兔子还可以这样。这样啊。对呀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啥？鸵鸟吗？再来个男的。漱口。帅的什么什么帅？漱口。啊，漱口。不一样喽。你那是刷牙。漱口为什么？漱口。你漱口不用牙杯吗？你这是端杯，下一步才是漱口。我对我下一步就。他们也产生分歧了。哎，我们讲究的是团队竞技，而不应该互相埋怨。对呀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来一次机会，老师，对不起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可爱。您做的也很好呀，这立马就可以了呀，你们的思路变了，我们要可爱呀。哦，确实挺难的。没事，第一次能做到如此已经是很不错了。谢谢，在工作历史历史教育。哎呦，您的领导力啊，真的，我要是你团队，我就甘拜下风啊！我觉得听您说话如沐春风，就特舒服。你是队长不？我不是队长。你还有比你能说的？你这都做不了队长啊！因为我的责任没有我们那个队长责任强。我觉得你比你队长强啊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因为队长是我们一直那个仰慕的榜样，我们得仰慕。你永远摧毁不了他们坚强的队伍。是你那他有很多点需要我学习啊。有哪些？比如说谦虚。谦虚。你也很谦虚啊。还有比如就是很会分球，很会领导。哦，我总觉得你也很不错啊。但我没他好。哎呦，我觉得多谦虚，谦虚啊！他的心理年龄远超咱们五个之上。子涵老师，等一下，几个？五。
咱们六个人呢。他的心理年龄远超我们五个之上。我们六个，六个呀，四五六。啊！你们把你自己算上。就这样，对不起啊，那个今天让您见笑了。这鸟从渣渣了。好，来正式出您的题目，您的题目是。在一个冰球运动中，裁判有很多手势动作，每个手势动作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。那么请问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有三个选项，非法冲撞。 A 选项是非法冲撞， E 选项是滑行违例， C 选项是换人。那么请问谁？换人应该是这个吧。我觉得是 A。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刚刚是哪个动作？动作这个动作是吧？这个那就是非法冲撞吧。这样，子涵老师，我问您两个问题行吗？换人是什么姿势？换人就是排除了一个，排除了一个，完了，你被套，完了，你被，你看，还得是您，这不，这不，哎，我想问一下老师，那个正常的冲撞，我们是做什么动作呀？您自己想，太聪明了，这一切长一智啊，来自己考虑。那我觉得应该是 B。十秒钟得出答案哦。哎呦，好有压力。刚刚我们说那个 A 的时候，他说肯定不对。那我们选 B 呢？我觉得就有可能是 A， 他炸我们。选 B 怎么办？三，二。一，请选择。B 吧 ，B 吧 ，B 吧。选 B， 确定吗？恭喜你，哎呦，答错了。哎，绝对是 A。以后不能听是 A， 因为这个动作代表的意义就是滑，就是那个非法冲撞。因为你看这个人和这个人不是同时相撞吗？哦。那 B 是什么呀 ？B 是滑行违例。他的动作是？滑行违例越位就是这样。那不是一样吗？还要打开，是没有打开而已，不是一样吧？那真的，这个确实是有点难，有点难，又没打上，还是看球看太少了。大家现在已经能达到如此地步，还是很不错，我觉得。不是哪里打我们？兄弟，他们这是没打上啊。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，你想跟我们翻盘的这个心愿。但你们已经是陌生人，你们得多鼓励鼓励自己。自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，还行，我可以。你也看出我们是陌生人了。还是菜就多练啊，人多学。谢谢您让我们长知识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小林老师，好吧，加油。哎，你们的球杆不要吗？这么贵的球杆可别忘了。好，拜拜。再见，以后比赛有取得好成绩。再见，队长。其实对于我们北方人而言，就是这种冰上项目其实并不是完全陌生。但是刚才那个题没答对，是因为其实是我的问题。其实你看，像雪庸，我们在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是小的时候，我们冬天会有冰上课，我也有。对，滑冰刀，滑冰会有滑冰课。你们东北人有滑冰课？对，我们是在室外的操场上，然后体育老师会给我们教冰场，然后我们是要在上面去自己买冰鞋或者管学校借用冰刀，然后需要滑冰。好羡慕啊！你们也是会有这种运动？我们大部分会滑的是花样滑冰的那个冰刀，和这个冰球的冰刀相似，比较短短刀是吧？长刀，这个长一点。你小时候也有这个项目？有啊。我们那个时候体育课就是冰上课，冬天的体育课，因为我们要在室外。天哪，我们新疆小孩对于冬天的记忆就是下雪就是通知，停雪就是命令啊！就拿着锹出去了。对呀，就去扫雪啊！对。所以对冰球不知道没关系，因为明年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，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我们的尔滨来共襄盛举亚冬会，期待住啦！希望能抢到票吧。你这介绍了半天，你们这分数可真是不扛打呀。哎，两分，只还剩下两道，没关系，还有两次机会，还有两道题，再选一个吧。选得了，那就选音响吧。音响好，来听听是什么音药，感觉会跟音乐有点关系呀。小门你来吧，我你可以的，行吗？我试试。加油，可以，我可以啊。可以，门上次没有奖品是吧？对。好，这次再送你一个空手而归。来，准备动作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呀！往回，往回，往回，他们在你身后。别听他们指挥。找到了。哇！哎，你还有时间呢，可以挑一下。你先把这给我，你先把这给我。快去拿！只能拿一个，两个挑一个，只能拿一个。你这人，他说两个可以挑一个，你还能选一个其他的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，脑门。哇，没拿到显示器。
啊，这个很好哎，是一个龙，龙头，龙抬头的显示器摆件，好看好看，龙抬头，好看好看，你不能再抬头了，你本来就理大脑门了，还抬头呢？我们的分抬个头吧，对，好，下一个分数能不能抬头？也没得选了，最后一道题目到了，来，请亮相，小飞船。小飞船来了！哇，这小刘海，这什么造型？好萌啊！哎，他这刘海是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那造型。那个胡子，胡子，胡子男孩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欢迎胡子男孩。小火车来了！呼呼！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，这也太……他把他刘海遮住了。哇 ！rapper！ 哎呦，这干嘛干嘛？感觉像跳街舞的。跳起来了，这帽子这就是这设计吗？还是说戴反了？哦哟，哦，好哇！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呀，哦，麻烦您拿个话筒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贾泽宁，今年五岁了，我来自重庆，我以玩跳街舞，希望大家喜欢我。哇，我们太喜欢了。来，小贾同学，你跟我们说说吧，你学这个街舞学多长时间了？八年。八年？哇，等一下，你不是才五岁吗？八年。哦，八年。八年。八年。吓死我了！重庆的口音，你喜欢跳舞吗？喜欢。哦，是不是跳舞的时候能让你感觉到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刚才跳的时候，看台下那些哥哥姐姐，还有他们给你鼓掌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个有感觉习惯了，他感觉只有在跳舞的时候开心。你是不是有点像周杰伦表演的时候很对跳舞的时候光芒四射，然后一采访不跳舞的时候是艺人，那个跳完就变成哀人了。脑门，你是跳的什么风格的舞蹈？我是中国舞啊，玩的。我们有个姐姐跳舞也不错，要另外看一下。嗯，可以。她跳的是那个中国舞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的？好。好，我们看看中国舞好不好？脑门，不要给我们团队丢人。我来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到时候拿出你是最棒的。请问给我个评价好吗？好。你不要吓到我们的宝宝，宝宝你要是害怕，把眼睛挡住，好不好？唱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。嗯，我就想着咱们国家现在都已经卫星通讯了，这哪儿的网这么卡？给我一个评价。一般吧。就你觉得我跳的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太高了这个评价。玩嘞，
你在重庆看过那种表演没得？没有。没得，他们跳得好不好嘛？嗯，可以。看吧。你喜不喜欢我的表演？喜欢。哦。就是这个得看怎么问。如果说你觉得我表演怎么样，还行、还行。你喜不喜欢我的表演？他又不能说不喜欢。那怎么办？来都来了。贾老师，你今天是来出题的，是不是？街舞的类型有很多，请在十秒内说出街舞的五种。好，哦，五种舞种形式。五种，五种。十秒之内，计时开始。爵士。第二种是 hip-hop。对。对。Urban。对。Locking。对。Popping。对。耶、yeah. ！哎。哎，你这样你会说你会跳吗？其实简单说的 ，urban 它是城市编舞嘛 ，urban 它是可能更趣一点的。有点东西、啊。然后黑胖就是那种，就是我是一个胖子，我很壮的那种感觉。哦哦，找到你感觉了。这么解释我懂了。对，然后上，那爵士呢？爵士。啊。摇花手是爵士吗？他是会把，一般是把它编到爵士动作里边会比较多。对，有啊，哎，植物，什么是植物？植物就是乱指的，乱指啊，乱指啊，植物啊，植物啊，我知道那个。啊，就是那种，你会跳植舞吗？植舞啊，你不会啊？好的，那 walking 到那儿呢？ walking 哇哇，这个是这个吧？ walking 是甩手是吧？甩手的哦，甩手。哎，你可以啊，你的这个稍微就一点点，一点点。非常有信用了，非常有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所以你现在就处在这个 breaking 地板动作，对不对？未来还会跳更多的动作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他这个舞其实就是非常难的，就是如果在比如说很早些年我做男团的时候，就他这种一般都是每一个团队里边就疯抢的人，就是而且他是在中间最精彩的时候，对，他在空中啪一个大空翻的那个炫技，对对，最帅的那个。哦，那没事，那你就这个好好保持呗，以后学点其他的舞种，我们有机会再见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贾老师。哦，谢谢。贾老师，我忘了您。对，我们要翻牌了，出牌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咱抱着贾老师把这分数牌给翻过来。来，我抱着你，你帮我去翻好不好？哎呦，贾老师，贾老师有分。哎，贾老师你怎么吃惊如此？贾老师，贾老师要抗拒。挨了。贾老师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被抱过了？来，往上加油，一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可以的，可以。好棒，好棒！好，谢谢你，小贾老师。那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台上啊，拜拜！送你一个麦克，来，我们下去好不好？朋友们，拜拜，拜拜！来，哎呦，我们用个 hip hop 的方式来，好可爱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！好可爱呀，感觉他迷迷糊糊的。前面说的什么？宝四真五，你们现在这个成绩是怎么样？不就是差个两分吗？没事，下次再接再厉。我们那两分下一次的时候抢回来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三分已经可以了，怎么的都比第一次强吧。目前是零分是吧？第一次好像就一分，反正就是点不太多。好，我们就恭喜目前魔芋俱乐部的最高成绩，恭喜！我们的萌问俱乐部也在持续的招募，看看还有谁敢来战孩子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萌娃能够加入我们。那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：萌娃集思妙想，大人有问必答。